我让 AI 给我写了一个 AI， 干翻了街霸二里折磨我一整个童年的远古 AI， 还无意中撞破了街机游戏史上的一个黑暗谜团。这次的所有代码都已经上传公开，看完视频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直接运行体验。大朋友们请坐，好看的小小弟小伙伴也请坐，我是林一。今天呢不聊虚的，结合着这次开发这个格斗 AI 的实际经历，咱们言之有物的唠唠这个已经到来的 AI 时代。视频最后我还会跟大家分享这次在街霸二上意外发现的秘密，要不是 AI 的意外发现，我都不知道我小时候被坑得这么惨。其实也不只是小时候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回头去玩当年没打通的游戏，像仙剑、红警，长大了再玩呢都感觉变简单了。可街霸二不一样，30岁了再玩还是和10岁时候一样热泪盈眶。去年8月我去了聂军大哥的万物破源游戏咖啡工作室，哇，好多游戏机，好想偷点东西。那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了街霸二高难度通关就能打出隐藏结局，不是像简单难度那样通了之后就有一个公司名。但我回来之后打了大半年也没打出来，手柄倒是砸坏好几个。聊天 AI Chat GPT 流行起来之后呢，我就寻思能不能让 AI 给我写个会玩格斗游戏的 AI 干掉街霸二里这个 AI。 目前 Chat GPT 的底层模型已经升级到了 GPT4， 能力又有了显著提升。我现在在香港工作，这边 Chat GPT 用着很方便，我电脑大部分时间都开着一个聊天窗口，想法有了，需要做的呢就是敲几下键盘。说实话我这么干呢也多少抱了点找乐子的心态，结果把 AI 的回复看完我是真的笑不出来了。我一直知道GPT4 这个 AI 挺擅长写点小脚本小程序，但我是真没想到这种复杂的工程它也能搞。为了在有限的回复长度内把代码写完， GPT4 鸡贼的选择了现成的开源代码库，用两三行命令就能调用别人写好的成千上万行代码。而且它不是简单的甩给我一个脚本，该怎么运行，哪些方面还需要完善， GPT4 都给我列了出来。接下来的过程就是我把 GPT4 写的代码在我的电脑上运行，再把我的电脑给出的错误信息发回给 GPT4 让它继续改进。说实在的我自己都觉得我有点多余，你说 GPT4 跟我的电脑他俩直接聊得了呗，还要我干啥。不过稍后会讲到这个格斗 AI 最后能达到那么恐怖的效果，我也做了一些贡献，一会儿再说。反正第一个版本确实是 GPT4 一点点写出来的，所有这些对话记录我也一并上传到了我的开源项目里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细节。 GPT4 写出来的成品是一个复杂的格斗 AI 工程项目，包含好几份代码文件。这个格斗 AI 可以读取游戏画面，然后根据图像信息在神经网络里形成决策，给出按键指令。说白了和人类玩游戏是一样的，也是盯着屏幕按手柄，当然同样是按手柄，职业大神和我这种菜鸡打出来的效果肯定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因为中间还差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，脑子。为了往格斗 AI 的脑子里装东西， GPT4 还写了一个训练程序，让格斗 AI 的神经网络可以在一盘又一盘的对战里面一点点进步。这些花花绿绿的画面到底是什么？我这是在干啥？我控制的是谁？对手是谁？对手的动作意味着什么？对手冲过来了该怎么办？这个游戏到底怎么才算是赢？这些呢都要从零学习。可刚学没一会儿问题就出来了，我有一个最后一关 BOSS 战的存档，格斗 AI 的训练内容就是一遍又一遍的挑战这个穿着红衣服的远古 AI。 然而从训练输出的实时信息上可以看到，训练开始之后咱们的格斗 AI 每局的平均分数一路向下，每局的平均时间倒是一路上升。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为啥？很简单，就是 AI 怂了。把这个阶段的 AI 拉出来做个实际测试，就能明显看出来他对 BOSS 的恐惧，全程都在往后退往天上跳，连接近一下都不敢，更别说朝着对手脸上来一拳了，连出击都不敢，那 AI 怎么可能学会格斗呢？果然训练进行到900万步之后，每局对战的平均时间也开始掉头向下，什么也没学到的 AI 溃不成军，一败涂地。我把这个小 AI 的可怜样告诉了 GPT4， 可他也只能看着儿子让人揍得鼻青脸肿，给不出什么具体的代码改进建议了。但是我看不下去了，虽然代码不是我写的，但前前后后传话我也没少花时间，他儿子身上那也流着我的血。再一个呢，我也被街霸二里这个 AI 揍了大半年了，这还没算上小时候，我就想看他输一次，我赢还是咱儿子赢无所谓。接下来大家即将看到一个格斗大师的励志逆袭故事，只不过主角不是人而是 AI， AI 最后成功解锁了传说中的隐藏结局，还无意中捅破了游戏史上的一个黑暗秘密。而这一段我的戏份就比较多了，想让格斗 AI 成长为操作大神，关键问题还是脑子，得弄明白怎么往他的神经网络里塞知识和经验。可这就是强化学习的范畴了，对我来说是个陌生学科。好在我有 GPT4 已经教了我不少东西，还给了我一个完整可运行的工程起点，往下走容易了很多。而在下面这条学习道路上， GPT4 依然很重要，它让中文的学术潜力彻底爆发。从飞书上文件的时间记录可以看到，4月1号到4号的假期我读了11篇外语文章，其中6篇是学术论文。但要是退回到没有 GPT4 的时代，我精读一篇英语论文都不止4天。其实我的英文阅读能力还行，我在美
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GRE 的个文字推理这一项上拿到了160分，按官方给的数据是超过了85%的美国本科生。我的学术语言无论阅读还是写作，从大学起一直都是英文，但 GPT-4 告诉我 AI 时代还是中文像。首先，汉语就是我的母语，母语理解效率高，这没什么争议。除此之外，中文还有一个客观优势，就是信息密度高。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翻一下我和 GPT-4 的对话记录，看一下我发过去的外文有多长，它发回来的中文有多短，就明白了。如果大家看得比较仔细，还会发现对话记录里还有2篇俄文和土耳其文的文章。这就是 AI 时代，语言障碍已经成了旧时代的东西了，哪个效率高就用哪个。所以在学习上，我终于回归到了我的母语中文，还是中文像。当然 GPT-4 提供的帮助还不仅仅是把各种语言打通，我额外提了个要求，让他把论文里难懂的部分写到中学生都能看懂。如果还是不懂，我还可以随时提问。 GPT-4 背靠原版论文给出来的回答都很靠谱，有 GPT-4 在手边，我的学习速度差不多被放大到了6到8倍，这还是个非常保守的估计。因为那4天里，我还有很多时间花在了项目本身的改进上，比如前面说 AI 胆小没有斗志的大问题。这6篇论文里有一篇专门讨论了这个现象。咱们的 AI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，就像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，没什么工作经验，输多赢少很正常，但这样就会导致 AI 一直在挨罚，它根本就没机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，只能无助地往后躲，越来越看不到希望，最后呢干脆躺平，一败涂地。针对这个下坠螺旋，论文里提出的方法就是把 AI 应得的奖励还给 AI。 比如说 AI 输掉对战的时候，看一下 AI 打出了多少伤害，打出的伤害越多，扣的分就应该越少。如果 AI 输的时候把对面打的就剩几滴血了，甚至应该加分表扬一下。不过这就需要把项目里奖惩机制的部分整个重写一遍。相比之下呢，把输一局扣10分改成扣20分，就只需要改一行代码。作为项目的管理者，对我来说呢，动动嘴高高在上的批评 AI 不够努力，那可太容易了。但我试了一下，发现这样做鸡毛用没有，反而导致了 AI 更加义无反顾的下坠螺旋。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老老实实的下苦功夫改代码，努力把蛋糕做大，让 AI 拿到本就应得的奖励。不过真正开干之后，我发现我也没写几行代码，因为有 GitHub Copilot， 这是个能帮你自动写代码的 AI， 它的背后还是 GPT-4。 小样，换个马甲又出来了。这回我和披着马甲的 GPT-4 换了个地方互动，从聊天窗口转移到了代码编辑器里。我只要写一下每步的思路， GPT-4 就会刷刷刷的给我整段整段的生成代码。你说具体哪行代码是完全我自己写的吧，好像还真没有。只花了1天的时间，我就和 GPT-4 一起把格斗 AI 的代码从头到尾大改了一遍。这一次我真正见识了 AI 恐怖的学习能力。修改之后的格斗 AI 可以同时打开16个游戏窗口，在每个窗口里以7倍速运行游戏进行训练，1小时43分钟之后就积累了194个小时的实际格斗经验。我这还是只用了一张显卡，要是100张甚至10000张呢？ AI 可能没有人类聪明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类能做到像 AI 那么勤奋。再一次把训好的 AI 请出来，形势彻底逆转。揍我跟揍儿子一样的官邸 BOSS， 在新版格斗 AI 面前，就跟孙子给爷爷过年磕头差不多。这个具体辈分呢，咱们就不细究了。从实际画面上看，咱们这个格斗 AI 的技术完全碾压了对手，一招连一招，对面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个来自上世纪揍了我大半年的老 AI 也能有今天，太解气了。不过结巴二是3局2胜制，拿下2盘才能真正破关。可到了第2盘，虽然还是打掉了对面不少血，但咱们的小 AI 完全不像第1盘那么气势如虹，甚至最后还输了。回头看一眼训练曲线，原来是发生了过拟合。这是今天的又一个新概念，通俗点说就是 AI 走火入魔了。虽然这个官邸 BOSS 是我这大半年的噩梦，但对咱们新版 AI 的强大学习能力来说，这个上古 AI 还是太弱，太容易摸透了。特别是我在训练里用的还是最后一关第1局的存档， AI 反反复复的就练这1局，每局里对面的起手动作都是固定的。从训练曲线上看，练到40多分钟的时候， AI 就已经找到了最后这套打法，后面的1个小时只是在精益求精，不断提高连招的成功率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对手的反应也越来越单一，只剩下挨打，所以 AI 也就越来越依赖这一套打法，把其他情况下敌人的复杂表现给遗忘掉了。所以换一局，对手随机更换一套新的起手动作，咱们这个 AI 就有点无所适从了。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，就是往回找，比如回退到第37分钟训练的第250万步，这时候 AI 的连招已经基本成型，第1局胜率很高，同时呢也没有完全忘记复杂情况的处理，可以应对第2和第3盘。我只让 AI 打了2遍，第2遍就成功3局2胜破关。第1局格斗 AI 的连招被 BOSS 用终极大招打断，但10秒之后他就用一招干净利落的过肩摔解决了对手。第2局咱们的小 AI 很诡异的一直待在角落里，这其实是结巴2的大忌，很容易酿成墙角惨案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咱们这边的 AI 打得很艰难，但即便是被堵在墙角，也把 BOSS 打掉了不少血，展现出了超强的墙角功夫。到了决胜局，格斗 AI 粘墙角的诡异表现终于解释通了，这一局堪称 AI 的封神时刻。也正是在这一局，咱们即将共同揭开街机游戏史上的一个黑暗谜。
这最后一句 AI 再次选择了极其不合理的自杀式策略，主动跳到了墙角，但仅仅15秒之后， AI 就为这个诡异打法甩出来了一个相当漂亮的理由。原来他是想吸引 BOSS 过来打出过肩摔这一招。过肩摔是街霸2里对时机和位置要求相当高的一招，但也正因为难，所以伤害量非常爆炸。很明显，咱们的小 AI 找到了在墙角打出过肩摔的诀窍。第一局他的制胜一击就是过肩摔，而在最后这局他在墙角连着发动了两次过肩摔，把 BOSS 打得只剩下一丝血。这么难触发的一个动作，如果说一次是巧合，那三次就只能说这是 AI 的本事了。而就在咱们的 AI 即将高难度通关解锁隐藏结局的时候，丧心病狂的 BOSS 为我们揭开了游戏史上的一段黑历史，也是当年无数小朋友的血泪史。原来这个曾经的噩梦 AI 它会作弊，网上一直有这个传说，逻辑也挺合理，就是说街机为了赚钱就得提高游戏难度，甚至不惜让游戏里的 AI 作弊。而这一次咱们这个小 AI 用实力证实了这个传说。关底 BOSS 就剩一丝血之后，超级离谱的在四秒内发动了四轮终极大招。像关底 BOSS 这种无法防御的终极大招，理论极限要两秒才能摁出来一次，结果他四秒四次，前三次甚至干脆是三连发。咱们的 AI 以一种超越人类玩家认知的反应速度，连着躲过了 BOSS 的四个终极大招，并且在最后一个大招结束的瞬间完美踩点，给出了致命一击。不仅击败了这个虐我整个童年和最近这大半年的噩梦 AI， 还成功为我们揭开了游戏史上的这个黑暗秘密。原来不是我菜，是你小子搁这作弊呀。最终我和 GPT4 搞出来的这个小 AI 成功帮我这个菜鸡实现了童年梦想，让我看到了街霸2的隐藏结局。那天晚上一边看着动画，我一边回想了一下这整段开发旅程。让我感触最深的并不是网上总吵吵的那些 AI 干掉人类啥的，毕竟大家也看到了，虽然我一行代码也没写，但这个项目走到后面还是离不开我。不过我心里确实非常不安，这段经历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AI 对掌握了知识的人的效率的爆炸式提升。我当年从入门计算机视觉到独立做出一个靠谱的项目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这还是在学校里有老师指导。而这次入门同样陌生的强化学习，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开源代码库，最后的那个成功模型是4月5号上传，也就是说我只花了1周多的时间，可这个效率带给我的惊喜很快就转化成了不安。 AI 不会替代人，但人可以替代人。今天我可能要让大家小小的焦虑一下了。在 AI 时代，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将变得比千金还要重。能对我这种视频感兴趣的肯定都是高智商高知识群体，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对知识的认真态度，下苦功夫至少学透一个领域。以各位的才智，相信什么时候都来得及。至于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应该做的就是去完成更多的开源 AI 研究分享给大家。这次的所有代码包括我和 GPT4 的对话记录都已经上传到了我的公开项目库，基于 Apache 2.0 协议开源，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免费拿去用。接下来呢，我还会做更多这样的项目，让大家对这个前无古人的 AI 时代始终保持最新的认知。在街霸2隐藏结局的最后，主角并没有去领奖，而是迫不及待地上路寻找下一个挑战。 AI 时代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，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。挑战从古至今一直都有，挑战是没有尽头的，挑战也没什么可怕的。保持怀疑，保持思考，咱们就一起往前走，看看前面这个 AI 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。行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您的点赞会让我好开心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林一，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。